接下来重头戏，刚刚影片当中也有提到，你们非常夯的一首歌《365》。对的。对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邀请我们的 JPN 呢，带领大家一起动一动哦。好。教学一下我们的365的部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啊，没问题。那我们就挑几位歌迷一起来好了。那我们请 JPN 一人选一位。一人选一个，哪边大声？谁穿制服？随便哪一边？我想穿制服的。有穿制服的。好了，佳琪。有穿制服的。制服。选有穿制服。我来不及，我今天选一个。选一个，选一个制服的。谁？选制服的。谁？会跳的。谁？他不是穿制服，那是制服吗？那是他工作的制服，工作的制服。大学有制服吗？你们唬我。制服的有没有？制服的，谁？好，举手。好，这是他。好，来制服。还有谁有制服？那边那个有制服。好，换左边好了。来制服，你挑一个，毛弟。好，那就这些制服的，粉红色那个蓝色，蓝色的吗？你是色盲，就是粉红色的，浅蓝色。请到台前。好，不用制服吗？你这是制服，他穿制服。好，那他们在中间好了。然后我觉得，大家应该是现在今天来现场的学姐学妹们，应该都有来看我们演唱。学姐，你几岁叫人家学姐？我现在不能答应我是高中生吗？你是指主持人吗？你好坏。好啦，回归主题，大家应该有来演唱会对不对？对。有看毛弟的 solo 对不对？嗯。帅不帅？还好。你是要教我的 solo 是不是？不是，太难了吧？太难了吧？还是现在。请你代表出来教大家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教三六一定要教一点。三六什么？三六。你先别讲话好了。你不要讲话，你走开。来，你在中间。我觉得一瞬间一见面那边要跳。好。那边比较经典。没有，看毛弟要教哪一段，你要教哪一段？好，我直接教这个好了。好了，教你们应该会吧？会吗？啊，会的，要叫你出来干嘛？想说他刚影片都会跳，好来吧，来，举起你的左手，你就慢动作慢慢唱一次，左手，然后踩出你的右脚，踩出你的右脚 ，1, 2, 3, 4，然后发行，下来 6, 7, 8，对 ，1, 2，这样，然后右肩，左肩，你们明明就会，你很会装哦。这个到底怎么弄？好，来，右肩，左肩，四下，1, 2, 3, 4，四的时候放下来，这样就好。好，再一次哦。好，你唱一下。好，你们帮我唱一下。5, 6, 7, 8。对你的爱怎么会那么浓烈？天天对你想念 ，every day every night。好，对 ，OK， 好，那就放音乐了 ，OK 了吗 ？OK 了吗？你们 OK 了吗？会吧 ，OK 了吗？好，放音乐了，让他们站中间，我就让他们站中间，因为还很害羞。干什么？你是学妹哦，来，让他们站中间，让他们站中间。好，我们请穿插比较 ，OK OK。来哦，放音乐吗？来，先从最后开始。哇，前面这边有要跳吗？快趁机摸他的脸。啊，不，前面太难了，先唱一下前面。会唱吗？还是唱一下前面？害羞。不害羞，他们好害羞哦！快闪，快闪，非常的害羞。